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，151集。尽管感到遗憾，但石书静还是强打起精神。她和斯文臣身体都很健康，所以怀孕是迟早的事情。也许只是老天觉得时机还不太恰当，但以后肯定是能怀上的。下楼帮陈如取了快递，意外看到杨一周和唐唐从大厦门口走进来，两人有说有笑的，像一对母女。唐唐今天穿了一条吊带裙子，衬托的身材玲珑，非常有气质，明艳动人。周围的男人都在看她，石书静不自觉在心里做了个对照，自己确实没有唐唐漂亮，也没有她优秀，不由得有点涩涩的。对两人的到来，斯文臣也很意外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回国